又成这玩意儿好啊，这玩意儿。那笑呵呵多好啊！瞅人叫笑呵呵的哈，确实过瘾。你看那手做的那一个手指头都那么多多少？哪个手？你看那牵手那个是？啊，那都是小手吗？啊，那不是小手牵手吗？哪个手？那牵一牵个手是？啊，牵手过瘾吗？你看那手指头，每个手指都是一根一根的，啊，那都是手啊哈。那可不手手哪个手？手老了。照了。啊，照了照呗。你看。嗯。这个放你那个片里啊。行。哎，你这个就搁那什么得了呗，搁这画面得了呗。行、啊、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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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壶也太多了，这是多、啊。嗯，我看看这壶啊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壶还都有年份的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年份。那里面人看你这壶，好像都是新的，实际上这壶都有年份的。嗯，但是年份都不长。我这个不长，你刚才那个不行。嗯。那个刚才那个。嗯，那也行。对。那也行。这多少卖的呢？这都行。嗯。多少卖的呢？那印花的不行。不能，嗯，印花的不行，印花年份浅。印花的晚，那都手工的。嗯。你这是你收集这些壶也得有年头的。啊，20年都不止啊，都没动弹，进到库里就没动弹。啊，一直第一次见人，第一次面试啊。啊，哎呦，买点什么水喝？啊，这些壶都不容易收集啊。嗯，刚开始我看的时候，我以为搁那个老厂货仓。这个还卖了，有几个就是，就是从出厂可能都没用过。嗯，像那个大的，嗯，大个的，这个，嗯，20把不能卖，多少钱卖？你如果知道不用买，多少你可以研究它。多少？嗯，通常就没用，这个好简单。那零呢？没用。零。出厂没有零，卖这玩意儿。出厂就没有零啊？那回去都自己后配的啊？都不是，你出厂没有零，在经上卖的时候它出来才按零啊。啊，完事儿什么？弟弟，静啊，啊对，你看这壶，我这招着还生什么气？咱俩数数呗，咱俩谈谈呗。你没走了，嗯，没走完你就分了，那结果，嗯，咱搁我这里。20年前这个壶可能买的都接近就上千了。嗯，你是大连的啊？大连。嗯。这壶不少。对，这还真不多，真不多。嗯，是干什么的？真不多。行，挺好。这个还不多，就出来还没拿。对，这车也你们开来的啊、哦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大连市啊。啊，赶紧去。行。这个估计都是2015拿出来的。嗯，是不、哦？行，那这我、哦、回来再看看啊。好嘞，随便聊。哎，记好了。商品化再有些半整化的。还没满死。多少钱呢？这15000。15000元。哎，那个，
嗯嗯嗯。